福的爱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那是于文华的人。我姥爷是女的，你您等会儿吧，我们家怎么了？我们家，我说于文华怎么突然间没听说过这好看吗？于文华说相声了，我不知道于文华生活当中那么的爹，没听说过。李对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再说清楚了啊，不是是上过春晚都是我姥爷。咱可说清楚，那你姥姥可你玩去。废话，你说老配着自己干嘛？你说给姜昆捧哏的那位老艺术家，对对对，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哎，是我。这孙子说的非常的棒，你看说学逗唱样样精通。哎，这么骂人特巧妙是吧？啊，没有骂人呢。什么叫这孙子呀？这老师，你甭客气。亲，想看完整版小品吗？不用东翻西找，你想看的小品都在这里。赵家班、德云社、开心麻花应有尽有，打开微信添加朋友，选择公众号，输入框输入悠悠7030，点击搜索关注后每晚6:30不见不散，记住哦，悠悠7030。